大家好，我是那个山东省德州市的禹城市的韩中兴。然后这一款机子是我们自己生产的一个马路收量机。这款机子呢，它这个优势啊，就是把咱那个平摊在地面上这个粮食啊，把它装在车里面。它底下是用那个横平的水平的角笼，然后把这个粮食啊集中到中间，然后再通过一个斜的螺旋提升机，这个把它输送到这个咱这个车里面。咱现在这个出粮口高度是3.3米。咱普通车的高度大概在3米左右，这样的话正好把咱的粮食喷到咱这个车厢的中间。它这个动力是采用这个咱这个190的汽油机动力，这个启动方面是夏天基本上是一步就可以启动。现在它这个效率的话是每小时的话是20吨左右，就咱这个5吨的车的话，有个10来分钟就可以装满。这个有对这个我们这个机器感兴趣的朋友，直接联系这个方明明节目栏目组，或者这个和我们厂家联系都可以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